大家呢在移动的时候呢，一样呢可以跟着我们的球员朋友一起挥手致意。那就请大家呢跟着我们的旗手一起的来享受下半季的蜂王仪式，掌声鼓励。一连的朋友，尖叫声在哪里？好，也跟我们在三垒侧的朋友挥挥手，三垒的朋友，谢谢你们，三垒的朋友，谢谢。左外野，今天满场的向你，谢谢。教练团跟选手是不是给右外野今天热情的向你再次的谢谢他们，谢谢，给他们挥手致意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教练团跟选手，我们转个向来，转到我这边来，然后我们先邀请教练来，请平野教练跟我们的陈江河教练，好，教练团我们等下来到这边来，请摄影大哥们我们全部的转过来，因为呢我们要跟球迷朋友跟右外的球员朋友来进行合影，来我们一起的来移动一下哦。好，这边呢也特别的，除了教练团、选手之外，也特别邀请了中信娱乐陈国恩董事长，还有我们高英杰高老师一起的进到场内，还有我们的刘志威领队。谢谢谢谢。等一下，我说冠军是谁的，你们要说什么？我们的，对，向你冠军是谁的？好，很好，各位，等一下，我们先看向正前方的镜头。好，后面的朋友，好，等一下。再一次，等一下，我说，兄弟齐心，你们要说拿下冠军，短金放心里就好 ，OK。兄弟齐心，好，再一次哦，再一次哦，好，再一次。球员，我们一起讲出来，一起带着思琪学长进到总冠军赛，还是学长，给你喊好不好？哈哈，哎，兄弟齐心。Number one， 食指后面的朋友，第一名，全部举起来。中信兄弟大拇指举起来，大拇指。OK 吗 ？OK 啊，好的 ，OK 喽。好，姚和哥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看姚和哥，三、二。
一 ，OK。好，现场球队朋友，让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中华职棒下半季冠军中信兄弟。好，我们再一次的谢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跟选手。好，各位，等一下让我们一起脱帽，谢谢。左外的朋友，等一下我们一起，对，请阿坤 ，OK， 好，好，各位，时间交给阿坤哦。也谢谢，也辛苦了我们中信兄弟的选手，再一次的谢谢大家，谢谢，继续加油。拿冠军是中国职棒，